考慮到當前嚴峻的就業環境，政府在2020年4月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就防疫抗疫措施的撥款批准之後，在綜援計劃下推行為期6個月的援助失業人士特別計劃。根據這個有時限特別計劃的安排，適用於身體健全人士的資產上限由2020年6月1日起6個月內暫時上調 100%， 而他們的家庭自住物業的價值亦會按現行機制是獲得豁免計算作資產，為期12個月。政府隨後在2020年9月再獲財委會批准，將特別計劃延伸6個月至2021年5月31日。事實上，自今年初開始，綜援的失業個案數目顯著上升。在2020年1月至9月期間，平均每月有16,864宗，較2019年同期的平均數字增加 43%。2020年9月的綜援失業個案是19,024宗，更是過去6年的新高。由此可見，綜援在幫助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失業人士這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政府會密切留意情況，適時考慮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進一步的支援。